那么这个地方唐坦大师的往生论著就讲得清楚，他说啊，极乐世界的依报的这个所谓的宝物呢，它能够显现十方国土啊，尽会诸相善恶业缘一切显现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不但是用耳朵听法，你看娑婆世界你只能耳朵听法，极乐世界你还可以用眼睛看到所有的真理，用亲眼百闻不如一见。你看这个人，他因为持戒的关系升天的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看到整个十方世界啊，善恶的业缘全部显现。你看到别人怎么样，你就警惕。哦，这个人因为持戒的关系升天的，这个人一天到晚说人家的是非，到八蛇地狱去了。那么你看到以后，你怎么样？你内心当中特别深刻，跟听闻的感觉又不一样。所以呢，那么在极乐世界呢，他的说法不但用音声呢，他有时候佛陀他不讲话，让你自己去看啊，皆悉照见十方世界啊，种种善恶的业缘。那么看到是怎么样呢？犹如明镜睹其面相，就好像你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面相那么样的清楚分明。虽然你看的是一个很远世界的众生的情况，但是你看到就像自己在照镜子一样，如此的清楚。啊，当然你的感受也特别的深刻。这个就是能够照见十方的业缘啊，就是这种功德啊。